新民首先是来自新港乡的消息，嘉义县国定古迹新港奉天宫庆祝开台妈祖驻台397年，以及天上圣庙1059年圣诞千秋，已经由学生依循清朝康熙皇帝御赐的祭典鼓励，演习绿衣舞为妈祖来接受，整个过程点半钟，是全国唯一以绿衣舞为妈祖接受的圣典。新港奉天宫董事长何淡宏表示，奉天宫开台妈祖数百年来香火鼎盛，以清朝祭典鼓励绿衣舞为妈祖接受，展现对妈祖文化传承和延续保存的用心。其中跳绿衣舞的艺生由新港艺术高中的女学生担任，体现妈祖母性优美的精神。就是咱的妈祖大台397年，接受台典。这个台典，咱就是用鼓励。人讲六义五的祝寿大典，你看人遮多，大家就是咧拜，对咱这个文化来行。200多位的学生，新港艺术高中，还有他的 K 囝哈，李生、月生哈，还有武生哈，来跳这个非常尊，这个严肃尊重的一个六义五哈，来献献寿。何淡宏表示。清朝康熙59年，清廷将妈祖圣诞列为清朝的祭典。农历3月23日，妈祖升举行春祭；农历9月9日，和妈祖升天举行秋祭。何淡宏表示，因为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妈祖信仰遭受到严重的打击，真侪宗庙文物和神像被破坏。妈祖祭典其实也因为破四旧，无被正规传承下来。台湾过去并无任何宗庙以朝廷鼓励举行妈祖祭典，因此奉天宫中现清朝祭祀的科技，以及十分重大。祝妈祖生日快乐！真心可仰，奉新港乡采访报道。